来关心意外消息，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获通报，表示重庆自家铁马道上有民众骑脚踏车自烧的事故发生，车主受伤无法度顶动，消防局随即派遣乌来分队救护人车出勤。该车乌来分队叫人员到场之后，一名女性伤者在铁马道顶头无法度顶动，叫人员随即将查看伤者状况，发现伊的头部一处撕裂伤，而且全身侪处擦伤，叫人员随即替进行伤口处置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接我们指挥科通报，那与重庆二街上的天马道有创伤事故发生，那我们就到了现场，发现为一个骑脚踏车自摔的案件。那就为了立即评估患者的生命真相，那个患者有多处擦伤，那及额头有一处撕裂伤。那经那个伤者表示啊，那突然感到头部感到一阵晕眩啊，那感到不适，所以发生自摔事故。那就为了给予擦伤那个清洗伤口、包扎止血后，并量测血糖，排除低血糖的事故，那随即送往圣马医院。为替患者做治疗。根据了解，这名脚踏车骑手在铁马道顶头，要捡落地涂骹的帽子，摔一阵头晕，重心未稳，直接摔倒，造成头部受伤，肢体侪处擦伤，不过在并无伤及重要部分。该起伤及也好民众，驾驶任何交通工具，如果突然间身体无爽快，应该马上停靠路边，也则是向路人求助，才是确保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改期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